他一年以前来过这家小馆，我那天跟大家也报过这家小馆。小店看小店的生意多火，看多少人。不是辣椒吗？这会儿不到十二点，人已经满了。你要是方便吃饭呢？新鲜的小凉菜，黄瓜、萝卜皮、洋白菜、土豆丝、花生米、萝卜丝、麻豆腐。嗯，我当时味儿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麻豆腐还行，挺香的，挺香的是吧？有点那个味儿。羊尾巴油的，是吗？羊油的，羊油的，哎，好，就是羊尾巴麻豆腐，是吧？你能改名？这是豆腐，哦，知道吧？再补充一点，白水羊头吃的就是这个刀工，对，白水羊头主要就吃这刀工，哦，又薄，还透亮，这就棒了。它这两种是。一个是椒盐，对，一个是胡椒吧，胡椒白胡椒。嗯，这真好，刀工真好，你看刀工是吧？嗯，真好。哦，嗯，不错不错。嗯，尝尝味儿怎么样？哎，对，老师，你为什么不爱穿呢？嗯，味儿也不错是吧？不错。嗯嗯，什么味儿？你那马哥是老回民。嗯，而且做菜也不错。从燕郊奔这儿的啊，从燕郊来的这小馆这儿，而且对他的羊肉跟麻豆腐啊，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啊，不容易，让一老食客能给出这种评价，真不错。麻豆也不错，嗯，好吃。嗯。